的心态，当你咧经营的时阵，也无同款的不一样。所以，当你咧甲探讨迄个过程重点，你来了解着多伊的本质，迄个过程，咱爱提出真正的态度来探讨着一条路，咱真正是真的。别听别人讲，来导演，导演用刀这个物件来用到咱的生命体内底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来去帮助到底我听这条路讲是真的。因为咱咧行出去以后，大家拢爱团结代志，含恁囝就爱对这条路行，安尼咱有这个有大路。咱行了唔对的，方向行了唔对，咱的囡仔对咱行了唔对。所以我常常咧体会一点。为什么咱途中有足侪讲，咱的后代啊，种种也是无啊，拢无啥咧对咱行。这重点是对，重点是咱伫途中学认真的教。咱对这个路当中的用途、探索度无够，未当讲确定讲真正都有够宝贵，由咱的生活、咱的情绪、咱的态度上对到迄种确定，确定了无够。啊！你要无搞，所以咱讲出来无道理。咱的精神嘛无得观，展现不出说我们这一根救急的心态。所以当咱有看见鬼了后，看见讲道理先做好，咱到底谁注意的？绝对不一样。这条路顶，看眼睛一样，变好点，用你们的思维心态。当咱咧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照常个安尼，有足侪因缘，足侪反馈，足侪一切的相，要互咱怎，要互咱有一个舞台，能够哈，因为要多一定来照常个安尼。啊，这物件互咱学的过程当中，教互咱慢慢去品尝，学了以后，教互咱用于伊是咱个生活。安尼因为对道当中有明确的确认了后，后边进入到。啊！啊！你讲空天大罗，完全无不应扎本，各成因缘，得着平安光明。何谈讲讲这条空天大罗，唯有一条，人讲死路一条，讲救死一生，死路嘛也一条，救死嘛就一生的啦。啊，所以要断的路几条？一条，啊，叫做一门。深入，哎嘛，所以这条呢，啊，这条路咱已经按确定起以后，无别条路啊。啊嘛，所以这条路嘛是唯一，就是咱的生意，唯一就是咱的生意，唯一这条路就是要让咱真正去超凡入圣的一条路。所以无法当咧体会的讲，咱的老经验。叫咱来当经理，哦，叫咱过去当代公司。咱讲实在哦，那无听到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咁是安尼，咁是啥物人甲开起来？啥物人甲鼓励？啥物人甲奋斗？啥物人甲教育？伊甲变来做新鲜的，是大新的，是地运的。有人无？没有啦。所以唯有就是有一个足大的宗旨，就是讲伊听到了后，对道投入语音来，不了解道就是真的理，真的偏，就是真的。一眼进来，我就对你完整的，我就好好做。所以好好做当中，伊就拢会变少了伊的性命，伊会变少了伊的性命嘞。诶，探查走，探查走诶，探查出门诶。天咧暗啊，较早出门咧，较早出门较无危险，较平安、较安全，珍惜时间，早本就是珍惜时间。珍惜时间当中，少用着多几项物件，少用着多几项物件来看到咱的难关。那你辛苦，辛苦有用，那你心很难，那你辛苦有用，那你心很难。
所以在那裡面當中，我們人是接受到身體的這部就是我們心的這種痛苦的話，所以心找不出好出路，我們的靈找不出口，真的有人時也說的說在那心道的過程，現在我們人是透過心道真的有人說找不出路，雖然這個反感感覺還是一切都很歡迎，其實我内心里面真正是有出来，出痛苦，阿弥陀佛，出不出来，会不会这样？会。所以好不容易今天去上天上道，忽然上道忽然在这条道当中，都会当把咱找，把咱开创一片的天地。真正道它会当还，忽然的内心忽然的化，就咱的心的出路打开。来家己突破我们自己的难关，找出我们的师父，阿弥陀佛。所以，你听来天台高麦可以停修，我们要去好好去珍惜。因为嘛，就这条出路当中的是啥，就是真正要来干死，唯有道当中要来干死，要来满足啊。所以既然会当甲世有病当中，那安尼会相对伊同生命的机会。咱这个道当中会当借用道的力量来累积我们的德性，因为这个在累积迄个过程，咧借用老师的平台，这个过程来咧累积咱的力量，来累积咱的功德呢。所以咱啊，咱我们要说到过去来讲，过去。过去，佛伊是佛像，佛伊是佛像，人是这种。啊，咱即卖咱人咧创啥？咱人咧佛像咧，咱人是配佛咧佛像咧。为什么他有这个机会？因为道家的道，咱他有机会感应到佛。伊的积极来投降，啊！哪里不能积极来代替？不能积极来投降，啊！哪里你这个平台，咱得到啊，一个平台就难得啦。所以过去修，过去嘛有咧修得头咧办道的，过去无咧办道的啦，因为得到佛陀咧办道，都买咧修得，过去起码还办道，为啥呢？因为得到。所以这代嘛是讲，今仔日对咱的内心世界要予咱一条出路，啊嘛要予咱累积德性当中每一种的机会，认真做啊，认真拼啊，较艰苦无偌久啦。既然若讲用这个臭皮咯，啊吼，咱会当做偌济？一财财化财财，特别偌好，一财财化财财。唔过安怎？唔过咱定咧讲的，修道。修心办门静心，只要咱不论安怎，都好好啊调整咱的心，好好啊静力。既然静力，迄个静的意思就是搞定了。有无理由啊？有无理由啊？好好静心静力，照样给咱这臭皮哦。好好完成。啊，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，咱就咱讲出好一点点的。所以后壁当初哪样讲，讲要开门见佛，助缘情化佛缘，开来夜望，度化幽怨离天啊。上天老母娘，咱总是过去一定要，老母娘一定要你好。一定有门市，咱伫天堂一定有发誓愿的。无发誓愿，我们凭什么要来办理三朝大事？咱若无迄个誓愿，老师为什么给我们机会？咱不誓愿，因为咱嘛知影讲道一旦落来当中，道当安怎？都来到这个房间开始要破东西，哪有机会让你成功的？
多赚着这个小孩，多赚着老师的权的事，大家都在波动。啊，那安尼怎啊？多好啊！成功的上盖好机会，啊，那多好吃好成功的机会，跟阿叔说讲，赚这条钱才好赚。我以前讲，人讲来讲一本万利，人讲讲暗时啊无困，我没那么做一点，啊有影？咱知影讲道理，讲是才好的这个机缘，这个机会，人互咱成功的。咱大家嘛，为了我的领头钱，为了我的好领头钱，为了方式台湾，拜托的我来，大家拢用笑的，你准备做一下拢用笑的。拢在遐用唱的吼，啊，不过来到这以后咧，人工咧就来慢咧，讲无要收的慢咧，找理由的慢咧，对都无信心的慢咧，安尼嘛吼，就敢若讲咱过去的囡仔吼，为着要买一支手机吼，我讲啊，买一支手机啊，我一支手机啊，做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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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。我工作对工作够帮助的，够安尼讲的。啊，要这电脑，这电脑，咱安装安装安装的，对我工作够帮助的啊。啊，几个月就来了，工作帮助无？爸爸妈妈都唔办，对不对？啊，几个月就来，拢在从那拢拍电动，都是我在给嘛你。啊，几个拍电动嘛你，工作够帮助拢嘛你。讲了，咱讲考大中好考嘛？你啊，你都买落啊，考有影？迄个意思同款啊吼。为着要得着这项物件，其实认真讲是安怎？咱的错发生几遍？咱的错发生几遍？所以咱如果是伊遐阿表有来后尾呢，风势台湾，哦，有滴怕风势台湾落来。啊，那安尼的话。哎呀，我听，观本观两诸杂诸不异，一切不为实相消色分别。咱而且过来到这，一定有变质，一定有变质。不要紧，咱已经有找着咱的根无？嗯，咱有找着咱的根，将咱的根。来甲顾好，将咱的根，哦，咱的根就是咱的祖先，就是咱的根。所以只要咱对老师的根提出一组的热爱，对老师的道场提出一种的真心的热爱，对老师的规矩。提出一种忠良的心来遵守，咱的道志坚持五条的，修道这条的心来坚持五条。咱教鉴于人们说，教这动修之间的道情，坚持五条的。一切外口外在这物件不重要，道志、道心、道德、含道志，随时顾不了的。两株在株，这是我的根，我老师最好，根顾好。囡仔顾好，唔免惊讲有一阵迄个过敏，咱唔免惊苦袂尽。咱的苦袂尽，因有咱个两处大处，来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啊要安怎也好，啊迄无要紧，迄无要紧，迄两处大处的道理真实，好啦。两处大处迄种真实。所以，当咱两处在处迄个过程当中，会产生啥？一种的刺激，一种的导引，一种的牺牲，一种的付出，一种的用心。
跟咱是大人去教育咱囝，迄个感觉两主在主。所以过咱的囝嘛爱两主在主，迄内底有足侪咱爱去用心。不过咱为什么当中会感受到讲好像我感觉用心拢用不起来？为什么我感觉用心拢用不起来？因为咱的欲上过侪，所以钱多无智，钱多无智，欲多无心啊！咱的用念上过侪，咱的看法上过侪，咱的心态上过复杂，上钝的，愈来愈无心的，愈来愈无心。啊，无心变啊，两种在做。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，咱我无自己手机啊放去，咱的心足侪拢去用这两边放去以后，咱的愈来愈无心的，咱的心也愈来愈无心。过去还没有自己手机啊的时阵，咱就讲认真，咱一叫他耍，咱一叫他耍呢。即马人耍嘛无，所以即马的人愈来愈无钱，因为咱你的钱会用在两只面来发，会安尼未？会嘛？文章有侪无？科技有侪无？有很理性，可是不感性。讲理性，哇，我知道讲二。可是内在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感恩都没有。啊，那安内为冷漠，冷漠的是多情，会不会这样？会。啊，那安内迄个两处在恩地的基础之下后，结果咱的情不敢如果安内表示咱一点方向错了，因为道义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维持着咱一点的本心，就是咱一点的情，所以咱道情。所以讲道情呢，所以透过这当中，两处在处自然无明，无明，你着不清不楚，你着看袂开，想袂透，看袂到的所在，会清清楚楚的，其实清清楚楚，慢慢的是清楚的，就是要咱。所以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拢在于啊，在于讲对咱内底。去清心化欲啊，投入伫咱的道志、道念、含道志内底、含道志内底，用心投入进内底，投入进内底，好好安来看咱家己无改变的家己，来将咱的道志当中去，好、哦，再次予咱的道志会当有一款的新的气象出，哦，再来再来讲。公患害民苦，一点之一，破初破破皮，容变变得死而已。哦，就是咧，甲咱讲诶，讲患害民苦啦，就是讲咱伫即个生死苦海内底，咱看着文明海内底，安尼讲对无？啊，当咱今仔日活伫海内底。哦，活在海内底，啊，拄好一块物件，互咱安尼，你也对，哦，好个在听海里面，那么浮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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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遐尼宽，到底对一项较是我真正要真正的所在，咱无无了了，就是看海。而且苦海内底，生死的苦海内底，流浪。好个在今仔日，咱受着老师的课，互咱了解着讲今仔日咱要努力的方向，叫做啥？着力点，出发的点，知影讲咱的出发的点。咱要出来，咱要有点，啊有出来，咱有点的呢。今天你无阿要用去遐，我一定要有一个出来的点，阿用。无一个出来的点，用袂去遐。咱要用去天堂，咱要有一个出来的点，啊
哎嘛，等下那这条丝啊绑落来了，当天我出来的店对，你丝啊你哪关系的呢？所以一条出来的店叫做着力点，着力点叫做着眼点，叫做立足点。那个店内底是你真正要去出来的，你哪个地方的所在你出来？对那个店好好啊用心。出来，迄个用心哦，出来咯。迄个点互你救着以后，你嘛无心啊。特别叫咱客人讲讲，阿妈好来，小麻烦，妈，无到大条，妈，着安怎？你有这个，你有这个资料，这注意点过来，着力点过来，来，干有效？无效。出来的点过来啦，用点是对，是。这个眼底的光芒，重点是在于咱的心啊。所以内底当迄个出来点火了以后，咱搁提出咱的菩提本心。咱真正道心，迄种本心，迄种菩提心，搁真正起来。啊，那安尼，我要出来当叫，要出来。要出来的话，当我要爬起来，我要出来，我先爱去讨论的讲，啊那安尼我囝嘞，啊那安尼的话，我某咪人嘞，啊我去哩，啊我某咪人嘞，迄个某咪人就是咧讲菩提心嘛啦，唔是呐，咱要爬起来啦，咱要爬起来爱用心，唔过今仔日要用心迄个字内底，你千万袂使用错内底啊。嘛袂使下伊名来记啦，嘛袂使下伊我诶位来记啦，作业出来点啊，爱下伊对下伊自己来记，下伊真正来记。所以迄个点吹着以后，咱内心要产生自己无爱，迄个自己流露出来以后，叫做爱之深，则之切。迄个自己出来，爱，迄个自己是由爱来产生以后。后壁做起来都是用爱安起来，安尼，迄个着力点内底有爱无？有啊，有慈悲，有感恩，所以来讲讲人，手机健康连安全行无数，一路上得积积贵，心理必足。而且伊后壁，咱看到这个经，伊这个方向，这个出发点以后呢，这个出发点以后，这个方向以后，这个着力点以后，这个出发的所在，迄个点，用心的点已经找着了呢。后壁落来就是爱做啥物工作？修意点，修意点，修意点是尊敬尊师啊。要尊敬尊师，修养自己。也无必在意，啊！那安尼在意境内底，境内底后壁再挂一个中，后壁再挂一个中，安尼爱个爱，咱讲个讲，为好过着自己的自爱，咱较会去重视别人，较会当去爱别人，好过自己的自我负责，咱较会当去尽责。自我负责叫修己嘛，负责叫做敬师敬友敬佛嘛，安尼意思。所以迄个敬的内底对人，人中有一种重视，有一种的重视，啊对事内底嘛有一种重视，对物内底嘛有一种的重视，拢要发挥上界大力啦。重视内底就是讲，虽然我会当做呾安尼尔，毋过咱的内心。那提出咱的真心来用持着这个人认真来维持这个道场，用持这件事，不管任何咱去造他的事，你讲道理的事，你学理解的事，你任何的事，咱拢用迄个足善良、足虔诚、足敬重的心，无要马虎的心，好好啊去做事。这个敬太好了，
对的话，那个爱听也是爱听。对我的听当中，咱自然的啦，就一定会当将我把我分析解，解解我解解的瑕疵，别浪费。所以修己的目的当中，就是要让咱产生心境，透过静了后当中，咱爱明白。安宁就是你的心内有病，心内底的病当中，透过病当中啊，安尼话形如所，咱行的过程当中解过，行的过程当中咱过，那你所的里面那个自在自然嘛，就是会问咱的自在，你就是我们咧开当中这段路拢无声，有自在无？问啊！心有病无，心也有病啊，嘛袂紧张啊，啊嘛会稳啊，啊迄个叫做啥？安住心无所，一路上得。伊这段路的过程当中，先从心起开始，先从敬人、敬事、敬物开始，对每一件事当中，咱拢用心计较、认真落来做、认真来面对着。咱每一个时阵，要互咱修修的学习的平台，你互咱了完的平台。咱每一个时阵，好好啊用心用心的，安尼，拢是对从哪边开始？从心开始，对你的心开始，一路上吧，对你的提出你的心每一点来开始点线。变，迄、那个变变趋势，迄、那个趋势咧，会当面对这个趋势，相对于心迄、那个来心，心的两个一点心，用一点心啊，迄、那个心迄、那个点开始，对迄个点开始慢慢啊起来，慢慢啊起来，由小到大，由低到阔。由尖到尾，慢慢啊，安尼往上爬起来，所以才会讲知广知回成而足。那个回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咧行路吼，一脚行出去叫回啦，哦，啊，搁再行一脚的话，叫做一步啦，安尼意思。所以讲行，从行一脚开始，啊，来再行一步。所以，从每一步、每一步开始的，他会当达到迄、那个，咱讲行了，一步一步慢慢啊，啊咧行，他会感动啦，有耐心啦、啊，啊一步一步从最开始，从心开始，从心开始，哦，技术人员，你他心甘无一分。你得看看我在康科科不住的哦。所以讲，咱既然主敬尊贤，内心提出迄种对内在当中去要求，啊来对外在当中会当去投影，啊若安尼话相符，咱就是。有志道的分子啊！啊，既然有志道的分子啊，当中那安尼会表示，咱内在应该内在你建立你新的内容，啊来就是爱增加了我们的承担力，心有力量，你应该好好力量。所以你内在当中所有的力量由心开始的。哦，你的心有余力不足，只要你心脑烂，你的力量就出来，啊，那种能量呈现出来是无极限的，是无极限的。所以，讲咱今仔日不管的，咱任何大事，都有咱的使命，都有咱的路。啊，那安尼爱对咱的。站在位置上要有这个要负责，要负责就是要承担，要担待，直下就是说要担待，
所以你内底当中，咱修得达到某一种程度了后，往往会乎咱个啥？往往都乎咱个我们的行为模式，我们的生活观、生活习惯，还有讲我乎我啊，我敢我会用做几行啊，我敢用做几行。啊，若讲你搁叫我做人，我唔敢。所以，那种东西都受限。所以你叫人承担，你承担一定就是要管理，因为我们不只有这样的。啊，这嘛要训练我们内心的能量。啊，这嘛要让咱养成咱对咱无喜欢的事，唔敢承担的事。不用用心，所以要对咱会用做的事用用心单单哦。对咱未用做的事，做歹做的事，做麻烦的事，用心做困难哦。咱有感觉安尼无？会安尼呢？啊，无咱用心了后，咱咪搁用心唔慢啊？会这样哦。所以讲，做咱会用做的货，做品质做好做，啊，对迄落，你予咱突破，你予咱变形。咱唔怕歹势，有安尼惊麻烦。哇！阿姐，我如果出些时间，阿姐安怎话？真内底爱付出精神、时间、脑力，而且爱去批评破病的，爱去理内底用作些心的，咱煞怎啊算啊？唔得啦吼！阿你我安尼是做是做好个，我阿你个算做好啊。迄个好吼，算做好是家己在打分数的啦。唔是好事，讲伊安尼就是，哦，所以你内底用起咱个时间无，用你时间就过去，有压力无？有压力，爱做麻烦个，会做牺牲个，会浪费足侪时间个，会哦。暗时还困袂去个，唔过。咱哪无透过安尼，咱的能量是化出的。咱面对代志的时阵，双手一摊，用掉对手会双手一摊。咱咧做问题，拢会担当有上，担当互咱经理。你互担当互你阿牛，阿担当互经理，阿你经理咧做问题，担当有上，担当互老师。而且呢，为什么你经理当中伊要一心当起来？阿咱今仔日有啥物问题，拢要担当。都会带好定力，哪边出问题，我们的新的能量出问题，咱定力要承担，咱不承担，那是新的能量出问题，所以那里面就是面对问题的一个解决能力，所以用电来直下承担无力，哦，啊来踏雪泥灰红眼镜，流足迹，赤水之汗，古今回忆已故，雷公。今天从咱的心态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心态的过程，咱的心态的过程，咱行过每一步，要行的细啦，啊，的细路啊。今麦咧落大雪，咱行过每一步雪，来到后边咧，行过以后咧，雪同款上咱的脚丫阿弥，同款上咱的脚丫阿弥哦，咱有行过拢上咱的脚丫阿弥，安尼。用迄个干同款飞过寒潭当中，飞过了后，寒潭内底迄个干的物件嘛是同款哦。所以咱今仔日有行过，咱有修道行过，同款意思；无修道行过，嘛同款意思。重点我不是要打压，因为既然都是无啥无衰，相对恁今仔日付出偌济。即后壁，我们继续看了。唔过你心中若无唔惊的话，用真心来付出，其实你会去看你的家乡，你会去看讲你的心有没有到位，你是到底完成的来完成。安尼，你唔是看着讲哦，你啊看我做遮济啊，我行遐远啊，我会出去外亲啊，啊，即拢我安怎，即拢我安怎？既然拿到一个多的本体来对当中的交换的话，会不会啊？业主来对一定无容易的，
同款意思。哦，尊贵最无。所以唯有当中就是讲，起来吼，古今内底拢是安尼啦，先含薄都是这样啦。唔过话，叫咱大家讲哦，回忆，迄回就是啥？回就是修，就是重点核心。你的重点古今古今哦，古今真的所有一切，所有一切哦，唯一能够传承下来，不是足迹。是什么？是道，是道啦。唯有将这个道把伊学好，啊，咱内心内底加用一挂心为自己，用一挂心对咱的内心的德性去导引，来产生一种的道志、道心、道量。啊，啊，好好啊，以迄个信仰来代表咱。不过这物件内底。把人计划对嘞，计划对啦。不过，迄条好嘞，敢讲袂出来，讲袂出来。不过，啥物提醒？是我们在提醒。古今就是讲靠在，靠在心境的来咧大事。因为靠的是心境的关键。所以，到底天哪，拢无数大来讲，都是要有机吼，显灵机破。不显灵之所破，显灵当中伊要成就，伊这项物件是将是来当作宝贝，所以咱袂当无灵之念，因为显灵之念容易破灭。不显灵当中，何时有好事？你何时有好事？虽然不显灵，就是你孤单嘛。咱是一个做平凡的人，不过咱不是圣灵的组织。你是一个做平凡的人，不过你将这个物件当破好事。好好势会当互咱游玩就成啊，游边缘就到不边缘啊，无迄个物件会当互咱对边缘就到不边缘的啦。你世间食饭面的事，食饭面的饭，赚饭面的钱，而且会当互咱成就到圣人的领域的，咱也想办法努力，不可能啊！为的是啥？为的是啥？贪欢喜的输，吃欢喜的崩。唔过今仔日用的是用着老师的性格，用着老师的性格，咱靠我都进入到心灵的领域啊。后边再个来讲，今天中也何况无用必诸无必，足以让我义工出口，教养为了安乐。今天中央就是咧讲啊，讲是暗时较长爱，日时较长。那一天内底是暗时较长，日时较长。暗时较长，所以夜长梦多啊。但是是眠较长咧，暗眠较长，梦会较济咧。啊，长梦就较济啦吼，对吧？眠较长，梦就较济啦。所以咱咧眠较长、梦较济当中，咱拢还袂觉醒，还袂觉醒就是心中有啥？伫这个梦境内底，伫这个梦境内底，伫这个梦境内底，搁伫这个虚化的这个梦境、声声这个梦境，互咱语音内底来看咧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梦境内底，伫迄个梦境内底，咱是无灵魂的哦。在梦境，梦境是没灵魂的哦。梦境是无灵魂的哦，有咱的思念哦，有咱的心的哦，叫无灵魂。所以就是梦境来叫无灵魂，所以咱若去往排灭来说话，哎呦，有够痛，到底敢是你身躯咧痛？你伫梦内底叫排灭，敢是你身躯咧痛？不是啊，是惊到的痛啊，不是真正身躯咧痛。所以梦境来叫有灵魂无？灵魂是无灵魂，有心的。所以说咱若无觉醒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生命状态。说咱若无灵魂的生命状态的时候，你迄个过程内底，咱拢无咧用心，咱拢用应付的。啊，着人讲安怎，咱着安怎。内底有精神无？未当看到咱修道的道心、道志、含道量、含精神、含力量，看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力没有灵魂。
安尼哦。所以呐，你讲讲，虽然伫这个环境内底，虽然伫这个环境，这是意外乱乱干，不要紧。唔过安怎？唔过，迄个主体了结。咱的道的主体了结，自然伫这个虽然环境，唔过伫环境这个环境内底，咱会当安怎？离内底觉醒，觉醒了，虽然这个环境应该作些，唔过咱有一条鱼竿，微光。出头，迄个鱼竿就是啥物？就是老师我们唯一的一条明路。那一条明路，你来上村了后，迄就是咱的目标，就是迄个鱼竿。迄个鱼竿，鱼眼竿，作势，作势，作势。所以讲，人心为稳，道心为稳。道心是鱼嘛？所以咱的道心是鱼的，所以咱的竿嘛是鱼的，唔过鱼多要紧。那个最起码是两个字啊，针对迄个认真看，看好，朝向迄个目标，啊认真行，专心行，用心行，对着咱的团队，对着我们的团队用心，安尼就对啦。啊那安尼的话，慢慢啊进来看清，看得到，哦，咱培养得到。发福梦，正本正本清源丰富的，或在悠扬。可怜性，可怜性主，性别主体。世间法当中，伊拢无一个，他都没有主体性。所以世间法、有为法拢是啥？拢是虚幻的，拢是虚幻。所以伫这个世间的法内底，唯有的是啥？找着咱的根源，找着咱的根源。咱的根源找到以后，互咱的源当中，你会当迄个根源，我们要溯之于源，你倒来咱的源头，啊，咱的相对当中来净本清源，将迄个污染，将迄个污染的污染我们源头的那个迄个松，迄个源头去吹出来。为什么会污染的？我本来不是这样，为什么现在会这样？找出源头，好好排除这些障碍。我们这个门口有垃圾，好好的搬掉。心的头前，我们心门有垃圾，好好搬掉。因为这个是被污染咱的心的，让咱自省送门变的一个关键。啊，那呢，从咱的垃圾里，咱的心门内底一直咧搬掉，一直搬掉以后，我们会不会不惑？不会，咱以逐逐渐渐化掉，清清澈澈。当咱今天去清清澈澈了，不惑。不惑一熬当中，你的身体就会超越，你的心就超然。身体超越就是瓦玉，夜修调炎，这叫清心，这叫清心。看哟，那你开始清净，就靠无我的境界。所以，当咱清心看哟一熬当中，啊那安尼的话，越苦的物件，会把你干掉的，不会，不会干的。所以，一切的苦，拢是咱的多情多欲。来扰动了我们的心的、哦、所以宽容甲乐努力行是对的，宽容甲乐。安尼这条要等于咱会过向这条路，咱老师来问的这是宽容的哦，他要行。会，嗯。有要行无啦？会，嗯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这首歌里的内容哦。啊，因为咱等下可不可以？你有合唱团都会切瓜的哦，所以我啊，对他们无相信哦，啊，已经来咧，哦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哦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播。